我承认我昨天，哦，不对，不是我昨天晚上下水，是。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55期的节目。今天是2020年的9月2号，很多学校呢都陆续的开学了啊，高中以下。那我们家小朋友呢，终于也去上课了啊。那现在的话呢，时间上呢就比较清静一点点。相信很多呢已经当家长的这些朋友们呢都非常期待开学的来临啊。暑假期间呢固然可以多陪小朋友啊，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会比较纠缠一些。那我现在的话呢，利用一个空档来跟大家做这一款 Earthrise 地球崛起啊，或者大陆变形金刚朋友翻成了日出系列的 Leader Class 的双面人，或者叫做快枪手啊。不管是双面人还是快枪手呢，我都不希望你这样叫我啊，我非常不喜欢。那么这款玩具是 Leader Class， 体格的大小呢不算大，但是玩具拿起来挺沉的。那玩起来的话呢，是其实直截了当的告诉各位啊，这一款三变战士其实好玩，但是呢这个地方这个关节啊，感觉是稍微的弱了一点啊。你看啊，这样抖两下就下垂了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啊。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就我觉得也是比较容易推荐的一款玩具了，毕竟是一个三变，而且它的一个体型啊，这个壮硕的样子是我喜欢的。然后面部的话呢也是露脸啊，这个眼珠子的话，这个血红色啊，还有一点哑光但是又非常有质感的一个红色，这个头雕我个人是给予超高分数的。那它的一个玩具呢拿出来的时候配件非常的多，那我们呢大概来讲解一下。首先它有一个导弹，这个非常大型的导弹。那如果这个在组合状态下呢，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卡槽，这样扣上去就行了啊。那平常状态下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是安置在人物的这个左肩还是右肩，我其实我没有很清楚啊。这款老的一个玩具是在哪一侧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这个盒绘跟说明书呢摆的位置呢却是不一样的。然后的话呢还有这一些小型的这些配备，我们都先把它给安置上去。那么这个小型的这个配件的话呢应该就是扣在另外一侧，当然你可以扣在其他地方。那还有一把这个机枪，机枪的话呢我是建议就是扣在手臂上吧啊。然后其他还有这两个小型的这个，应该是多枚的这个导弹发射的这个部分，你就装在脚的两侧。它两腿的话呢是不对称的造型。那最后的话呢是这一块部件啊，这块部件。那么这块部件的话呢，其实的话都是偏软的一个塑胶啊，我感觉就是特别是这两个球冠的部分啊，偶尔的话还会去松脱掉。那它的一个扣法的话呢，是我看了一下应该是这样子折成这样。它这一片部件是可以往上翻啊，也可以往下折下来的。然后扣的时候是把这一块部件呢这里翻出来，然后这里有两个洞啊，但这两个洞呢我们是从下往上扣上去啊。它的一个组合方式是这样子的啊，扣上去这样子。那我个人的感觉是 OK， 反正我是看的合会啊，好像说明书也是这样子扣的。那我们就把这两个部件给放下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全副武装之后的一个形象。看起来是挺威武的。然后这个大枪的话呢，这个握柄的话呢出乎意料的短啊，这个要握紧都有点困难。而且的话呢它的拳头的话呢是转这个方向还可以握得住，你只要稍微转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因为这个边比较凸啊，这个地方的厚度呢大于它的一个长度啊，所以呢这个因为长度太短所以被限制一些动作呢，这个也是很多人的悲哀啊。那么呢我们这个就是全副武装之后的一个形象。拿在手上的一个武器的话呢就是更加的沉一点，这个玩具本身分量很够了啊。那后面这一片翅膀的话呢应该是把它给往后下垂，这样就行了。那本身的一个把玩的一个乐趣度呢，除了这些基本人物可动之外啊，360度的旋转，手臂平举，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臂的话这里呢是一个双动关节啊，所以它可以做出一个向前啊捶胸的一个动作啊，一切就交给我了。那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啊，然后腿往前侧踢都没有问题。其实它这个腿啊往前踢啊，它是有齿轮的，但是这个齿轮显然不是很给力啊，稍微碰一下，你看稍微点一下你就往下掉了，
碰一下就即发的感觉啊，非常的不怎么样啊。那中间这些空洞啊，变形的时候收纳这个小腿要包覆住大腿用的啊，脚有一个接地啊。那它的一个除了这些基本可动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啊，胸口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地方是可以放啊，官方这个系列的其他的几个一个玩具可以放下去的，以及呢，刚刚有提过了啊，它是一个双面人呐、啊，它是曾经在博派跟狂派之间去做一个阵营转换的。那这个地方啊，非常简单直觉的一个放法，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它的一个由上往下盖一下，它就变成狂派了啊。所以呢，它的骨子里应该是博派吧啊，但是呢，披上了狂派的外衣，是这个样子，直接的翻下来。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配色是比较，我觉得这个配色比较狂派，就感觉是比较邪恶一点，特别是这个面雕，啊，自带几分的邪气。而且呢，很久以前呢，在官方经典系列也有这个 IDW 一个用闪电下去改模的一个快枪手，他就是直接就是好像把它设定成是一个狂派了啊。好吧，那这个我们就来进行一下这个变形过程好了啊。变形金刚的玩具呢，就是从机器人的形态呢。可以转换成其他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那我们的话呢，这个家伙啊，在变形的时候呢，经常呢需要去做这些拔牙、插了这些动作啊，是个精力非常旺盛的家伙啊。包括后面的这个部分呢，一样是要把它给拿下来的。那我们就先来把它变形成一个所谓这个老鹰的一个形态好了啊。变成老鹰的形态呢，首先的话呢，是把这个地方呢给推开，先变这一带，因为这个空间我们要先清出来。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再翻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个凸在这儿。那我们全都收起来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你看到没有？后面这里有个，就那么刚好，这里有个凸，这里有个洞。那此时不结合呢，更待何时呢？那结合的时候呢，因为这一块是死的，它是不能动的，只能够透过这个地方的双动关节，然后去调整这个缝呢，去跟它做一个结合。啊，这一点的话就是。稍微看一下就懂了啊，这个手臂的话就一定会卡成这样啊，没有其他的一个，没有其他的一个方法了，这样子翻下来，翻出来，然后呢，拳头收进去啊，直接的话呢扭动这个关节啊，去跟它做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好的，那么呢我们就先把这个部分给完成了，再把这个部件呢给翻下来。那待会儿的话呢就是要把它给翻到这里啊，那我们先把这个鸟的头呢给翻出来好了啊。鸟的头给翻出来的话呢，是打开这个部件啊，那这里收纳收回去的时候是先收这一侧，再收这一侧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这边的这个灰色的部件是比较短，这边比较长，所以这个地方是先下来，这个地方凸出来这一块呢，就是要提供空间给它放下来的啊。两侧的收纳呢是有一个顺序的，那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哎，OK，所以这个还不错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齿轮的一个感觉，把这个地方给打开。那这个地方这个变形，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啊，翻出来，然后将这个头部的话呢，给翻过去，翻过去，这样子擦过去，擦过去之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盖板呢给盖回去，盖回去之后，这个头呢转正啊，然后呢，呵呵，鸟不够长，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呢，稍微搓动一下，你看，果然它就变长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再进一步的去。抚摸它的话呢，可能嘴巴还会张开啊。这个雄赳赳气昂的一个老鹰的头呢，就出来了啊。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继续进行它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变形。它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到时候是摆到这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到时候是要，我们先整理下半身好了啊，因为我们现在需把下半身先整理好。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先把这个部件给翻出来，然后的话呢，转到这一侧。转到这一侧，再来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了，就是说，变成所谓的导弹车，变成鹰的时候呢，腿都是要缩短；但是变成鸟的时候呢，腿这个人物的腿呢要缩得更短。那缩得更短的话，就是你先把它往上翻一点之后，你会看到这里是有一块黑色的一个凸，这个黑色的凸呢，一定要折进这里面来，所以它必须先往上反多折一圈，再把它给反折过去啊，这里。一定要这里，一定要把它多反折进来，多反折进来。这个部件，OK，把它给整个给推进去。哦，那这个变成鸟的时候呢，是多了这一个动作了啊。那说明书上面的话呢，也是很，我觉得他们也是尽力的想要解说了，但是呢，毕竟是说明书是静态的嘛，也没有那么容易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解说，这样子把它给整个的给塞进去。那这个地方呢，可能还是需要练习一下啊，稍微练习一下。因为它这个大腿呢，收进小腿的时候呢，几乎是
缝隙很小啊，你要放进去的话呢是需要就是比较精准一点的操作。那一旦都放进去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啊，你看到这个地方，这地方是有个凸，这里面，这边有个凸，它要扣进侧边这里有个洞啊，这个侧边这里有个洞，这个地方呢一定要记得把它给压进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先把两边合并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往上面推一点点，你看到吗？这个地方，这里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好的，这样变成老鹰的话呢，这个部分是最，我觉得是最不好操作的，最不好操作的。没办法扣进去啊。好，扣进去了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OK， 两侧都把它给压进去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块部件呢就把它往下放。放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部件挑起来到这边，然后这个部件往下放之后呢，这里有个缺口，这里有个缺口，去把它给咬合住它，咬住它，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把它给卡住，这样子就可以了啊。然后这块部件就往下放，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形状的，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就是要让我们这个部件呢放进来的时候呢，哎，看到没有，这个绿色部件就可以卡进，其实不是卡进，它只是绿色的位置是提供一个空间给它做一个摆放。那这里刚刚不小心松开了，我们再把它扣回去。好，这样子 OK， 然后再把这个鸟的头呢给往前放。那腿的话呢，因为它是基本上只剩下这里可以动，上面都卡死了。然后腿的话其实你看到没有，这个后面就是它的脚后跟，其实脚后跟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前肢的话呢大概也只能跟它做一个平行啊，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摆放。然后翅膀的话你可以最大展翼到这么多，那它是可以调角度的，鸟头也可以动。那基本上呢，如果单纯以这个情况下，它的支持力度是很好的，稳定性非常的好啊，一体性可以说是非常的赞。那接下来的话，其他的几个配件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安装上去好了啊。首先的话呢是这个比较不是很占空间，这个应该是放到侧边就可以了，把侧边这个洞给填补起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才能给扣上。然后呢这个枪的话呢，按照它的一个方法是直接的，因为它人物的拳头已经收进来了，我们就把它给放到拳头里头去，这样子扣起来。那往上推一下，基本上呢它是没有超过脚的。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已经稳定度已经是非常好了。然后上方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导弹把它组合一下，这块部件拿起来。好，我们是这样子，这里不是有一个类似细心扣吗，把它扣到这里，就把它给扣下去。好，但是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卡的就没有很稳，因为本身这个塑胶是比较软，它那个 C 型扣的力量就不是很大啊，力量不是很大。这样甩的话呢其实是还好，但是加上导弹之后呢，就我觉得有点危险了。那这块部件的话呢，这里是一个类似于是一个鸟尾巴的一个感觉，它可以往上或下动一点点，你要往上面抬也是可以啦，但是往上抬之后呢会影响导弹的一个放置，所以你还是只能把它给放平。而这个导弹的话本身非常的重，而且它扣的位置呢只有这个地方能扣，除非你扣其他地方，扣侧面，扣侧边，不然你扣这个是扣不到，因为长度实在太短了。那你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就是会就这样子。诶，奇怪，怎么突然监听起来。我承认我昨天不对，不是我昨天晚上下水，是我昨天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它是重量有点重，它是有点下垂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呢，早上精神比较好吧，然后又在镜头前面呢，它就非常争气的呢硬挺挺的直起来啊。昨天的话它是整个这个头是下垂，跟它的头敲在一起的。事实上证明早上真的是状况会比较好一点吧，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早上再来拍开箱影片啊。那这个翅膀的话可以上下动，看你个人的喜欢啊，可以把它缩的一个小一点点，然后你也可以张牙舞爪一些些。那本身的话呢就是靠着这个后面的这个脚鸟爪吧啊，你这样子抬起来一点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头也是可以转动，然后刚刚提过了牙齿可以开，哎，那样说着说着你就下垂了吧，哎，还行了啊，还可以。那本身这个鸟的形态呢，我个人也是算喜欢了啊，虽然有一点
脑补，但是这也行吧，因为它这个毕竟是鸟类，然后后面是一个类似尾巴向上上去的一个形象，喜欢吗？我个人是觉得还怎么那么像菊花的感觉，也昨天晚上没注意到，哎，好吧，那就对了，后面这个部件啊，和会的话好像是把它往上面翘，我觉得是无所谓啊，然后床说明书是往下放还怎么样，这个单看个人那个偏好了啊。行吧，那这个鸟的形态我个人也是觉得虽然是三变，但是说得过去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一个导弹车的一个形象，那变成导弹车的话呢，一样啊，这些部件啊什么的呢，我们又要再一次的呢将它给全部拆下来啊。这也是这款玩具在变形的时候呢，就拔叉的一个部分是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那变形成这个，先把这个翅膀的部分呢给收到这，这个部分的话呢往这里折，先到这就行了。怎么说呢？好吧，先把这个部件给解开。变成导弹车的时候呢，有一大部分呢需要先把它回复到一个人形的一个形态。这个地方推开，然后这个地方也一样，先解开。先解，喷溅了，真是的，手滑了，这糟糕，突然之间好像松懈了一样，这个地方怎么感觉那么开啊？这个地方反折回去到这里，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折不回去，为什么？这个空间被占有了。我们呢先把这个腿的话给打开好了，因为这个腿的话是非常占空间的。这里，糟糕，互相卡死，这个地方要打开。这个地方才能够打开，这个地方才能够打开。然后呢，先把腿部的话呢，给整个的先给拉直拉回来好了啊，先把它腿给拉回来。甚至我们不排除先把它变回一个人形也可以啊。这里，然后它有一个导弹，就给拿下来，还真的是导弹啊。腿的话呢，这样子先把它整个的给拉出来，转到侧边，这里放下来。好，那这个。先把它推回去好了啊，干脆先把它整个都推回去好了，先变回人形好了啊，可能跟各位解说比较好解说一点点，这里忘了啊，应该先把这个鸟头给缩回去，鸟头缩回去的时候记得啊，先把它缩起来的时候呢，请记得先把鸟头缩短一点啊，这样子呢要收回去比较方便啊，这里打开，然后呢，小头用完了啊，就应该换大头回来主宰这个世界了，那这个头的话是先在这里，先转其中一侧。转到这一侧啊，这样子放下去。好的，又换回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人类的头来主宰这个身体了啊。这个扣回去。嗯哼，拳头我就不翻出来了啊。假设呢，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是一个导弹车。那导弹车的变法的话呢，是这个样子的。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我们刚刚是整个这样翻出来，对，现在不要翻到这么多，我们只要翻这里就可以了，翻到这就可以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翻这就可以了，对，翻出来，然后这块部件呢一样的往下翻，翻下去之后呢，这个地方做一个翻折，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往上翻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地方是有一块凸，这块凸的话我们是转动这个手臂，然后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一样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将它给扣上去，好，扣上去了，到这边就结束它的一个变形了，这里一样翻折过来到这里，好，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你看啊，这个后半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然后这块部件往上推就行了，然后这个翅膀记得两片最末端都是翻出来的啊，这样才不会妨碍它的一个轮胎的滚动，我们呢把这个脚底板翻出来，接下来的话呢进行这个它的部件呢比较简单，这里翻到这里，变成导弹车的时候腿就不用特别缩短了，我们只要把轮胎翻到外侧之后，直接的从这个地方就直接往上搓上去就可以了，直接往上搓上去就可以，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上面这个要扣这边这个凸去扣上面这里，那这里的一个变形就是有一个需要注意，就是你只要尽量的把大腿呢往，你要尽量的记得把大腿呢尽量往内部推进去啊，基本上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去扣得到定位啊，你看记得大腿的往尽量往内缩就可以了，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直接往上翻就可以啊，没有像那个刚刚那个老鹰的时候呢是还需要呢比较认真的去做一个
二段的一个缩短，这个是并不需要的。好，扣进去了，扣进去了啊！你看，变成导弹车是比较简单一点。好 ，OK 了。然后呢，这个稍微的这里本来脚可以动嘛，把它往下面靠下来。你看到没有？这个形状跟这里挨在一块，这样就行了。然后呢，这个部件直接往下放，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两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有两个洞，这里两个洞，对，这两个凸，这样子下来，直接一扣。好，这表示呢前面这些地方呢全部都到位了，哎，好像变完了，对不对？然后这两面是往上往前面这样放下来 ，OK 了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滚动性非常好的一个导弹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外观了。那这个头就是完全是直接摆在后面了，不做其他多余的处理了。那其他这些配件的话呢，就非常简单了。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镜头给放低一点好了啊。嗯哼，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比较讲解起来比较容易一些。OK， 来来来来来，好的，啊哈，这个，那上面这个一样啊，是握在拳头，握在拳头，嗯哼，导弹车，那最后就是这个部件了啊，这个部件，它的一个放法就是直接的，就是这样子啊，这里不是有两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把它扣上去。先扣其中一侧，再扣上去。好，这样子吧，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导弹车的一个形象。那这个部件的话是这里往下面压下去啊，会有两个洞，两个洞就是扣这这里啊，一样是这两个凸，将它给扣上去。嗯哼，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第三遍的形态，导弹车啊，这个造型很漂亮，我个人很喜欢。然后配色的话非常的军武系啊，这地方是没扣好，没扣进去吗？你看一下，有啊，有扣进去了。 OK 吧，那就是这样子吧啊。嗯哼，然后轮子的话呢全部可以完美的一个做一个推车，后面造型一样是一个菊花。好，那么呢这个除了轮胎之外的话，上面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动一些角度，它有一定的一个支持力度。那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一个导弹发射的一个形态吧，应该是把这个地方转过来，你看到这是类似是一个类似千斤顶的一个造型，这样子把这个车子给定住啊。然后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空出来了，这里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呢给这个 OK 做成一个发射，准备发射出去的一个感觉。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一款地出系列 Little Class 的双面人呢，我觉得它最好玩的地方应该是它的一个阵营转换的这两片盖板的翻折吧，非常简单就达到狂派跟博派的转换，也算是对这个人物的话呢，在设定上，人物设定上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完。基本的配色也很好看，特别是变成导弹车的时候呢，一整个军武的一个风格非常的强烈，人物的可动也还算不错啊。我手上这一款就是髋部的关节实在是偏松了一点，把完结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好像松松垮垮的，手感大大的被扣分了啊。那变形的一个逻辑的话也比较简单，老鹰的形态呢虽然牵强，不过还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了啊。整体来说的话呢，还是一款非常不赖的三变的一个玩具。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